中秋作为重要的节日，这时候也是许多明星艺人营业的时候，而龚俊也发布了几张特殊的自拍。自拍中的龚俊很任性，简直就是把照相机直接怼到了脸上拍的照片。龚俊身穿平姐运动服，宽松的版型休闲又舒适，他梳着顺毛发型，看上去乖巧了几分。他的皮肤状态很好，加上精致立体的五官，依然是帅气自然的，微微一笑，少年感十足。肖战拿月饼当道具，也开启了直男式怼脸自拍。他身穿黑色卫衣，礼帽的设计跟两根抽绳结合起来，立马变得时髦起来，也让整个人显嫩了不少。他的头发微微有些凌乱，搭配顺毛发型干净利落，戴着玻璃眼镜很有书生气息。他素颜出镜，浓眉大眼，还看到了他的小胡渣。不得不说，肖战这个与生俱来的少年感真的是绝了。他拿着月饼遮住一只眼睛，更显俏皮可爱。不愧是帅哥，有颜值就是任性，无论哪种自拍角度都能够扛住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